好吗？听说初恋最美。谢谢你让我知道，原来单纯的喜欢一个人是这么的美好。他马上就从台中毕业，他要回嘉义，用走路的走去他的大学。真的是为爱走天涯。3年左右，但他必须去国外，远距离真的辛苦，比想象中难。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这一生敢大声说我爱过。